那继续呢，带来呢也是哎，再来这一首呢是我们的嘿，再来呢这首是我们的独奏歌曲，独奏歌曲是啦呢，是啦呢。老师，你准备好了没啊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家来看麦姐，哎呦，哎呦，你戴墨镜刚看有咯，爱设计呢，爱设计一个呢。哎呦，你戴墨镜爱设计哦，来，哎呦，给他出来，哎呦，安尼安尼，哎，哎呦，哎，看拢好，看拢好呢。大家好，来来，求求你指挥。哎，老师，你咧讲话哦，来。大家台南的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建辉的换贴的，我做李建宏。阮大囡仔也无有闲通来到遮吼来做几地吼，由我来代表。我演奏首叫做《流浪到淡水》。这首歌的来源是一个陈明章老师吼替作词个作曲，写到遮意思。伊当时吼，李建辉和金门王的吼，两个啊，一个挂着手风琴，一个提着吉他，去北投遐做哪事？哪事在做流浪教师的店？对对对。人去哪欢喜哦？哪事？来，我唱歌。我那赚小费呢。我小费弄掉吼，有够多，我有够欢喜。所以这机会吼，已经一条无去啊，所以今麦还是讲算个明白。伊变做挂着手风琴，啊，甲提吉他去哩演奏吼。风雨嘛在出门啊，较暗嘛是在出门啊，为着趁钱啊，为着人家欢喜啊。怎话用咱来演奏方式无共款啊吼。我直接顺序演奏，咱在座各位吼是酒客，我直接走。恁都在唱歌哦，唔免消费，你若要消费，我是无法。对，无法。我流浪到淡水，酒我就要找一条较上查甫调，差不多查甫拢会晓唱啊。来，谢谢。好，咱来欢迎咱的李冰，什么啊？李冰辉的小弟，什么？李冰宏带来的，咱的流浪到淡水，咱来看哦，伊的功力跟我堂哥同款。老师啊，恁不是戴墨镜，你搁摕一支做啥货？你看。墨镜吼，这刮破是咧好看，因为后边拢老师。我若要做我是老师啊搞吼，我嘛是有一日会当穿起徛伫后台，所以我今仔虽然无啊搞吼，我嘛是爱徛一日形体互看，讲啊，这有搞啊无啊？哦，谢谢。所以你是看无安，这是好看的尔啦。其实你看无安尼哦，阿哥你目镜可以做来咧。流浪到淡水，老师讲哦，即摆上红啊，伊在遐无啊多看啦，伊也是目起来好啊啦。阮团长所团长，咱两三年啊，讲叫我走去唱歌，唱歌我唔捌走着吼，临时学的，所以有当走了就无介好吼，请多多包涵吼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许毅瑞老师啊，老师一个许毅瑞啦，流浪到淡水，谢谢。
你真好，你跟老师一定没在我们店。你这样说就好过了，你刁工在我们店，因为是我是唔得嘢，我真正无目标。老师，你是刁工在我们店的哦。老师，你是刁工的。拢拢有，我刁工有，我故意也有，我唔在台湾嘛有。无善意的嘛是有啦，啊刁工的嘛是。安尼吼，安尼无解吼，还佫分的。袂啦，你看，你走了，人拢知影，你走了啊，人佮你拍手啊，肯定对。系啊，好的，哎，好多几条流浪狗档次。